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，谁能想到一个无意的举动竟然会改变一生的命运。2019年，刚当完上千斤面粉的辛吉飞累得瘫倒在车厢里，此时距离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还有3年。2022年，辛吉飞以一句科技与狠活揭秘食品添加剂内幕，让大家学会了看配料表，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食品行业的格局。2016年，广州地铁，一无所有的大小杨哥还在为生活奔波，大杨哥已经趴在了行李箱上，小杨哥也是四顾心茫然，此时距离他们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还有2个月。2016年5月，疯狂小杨哥凭借一个榨墨水的视频一炮走红，随后在短短几年里粉丝量就突破1亿，如今一场直播的收入比有些人一辈子赚的钱还要多。2013年春晚，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正在舞台上热情奔放的大声歌唱，此时距离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还有6年。2019年，泽连斯基以73%的支持率当选乌克兰总统。命运如此神奇，广大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改变命运的神奇瞬间。还有网友说，2019年存款30万炒股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赚了4年半，赚了3万多，本金全部都没了。其他网友都笑了，只有走上坡路的时候，命运的齿轮才会转动，走下坡的时候，齿轮不需要转动。